三通穿法，这是准备的工具，拿其中一个穿进三通，再拿另外一个穿上弹力绳，穿弹力绳的钢丝穿进三通，拔出三通里的钢丝，这样弹力绳跟着出来了，穿上一个72号玉线。紧接着弹力绳手链收尾，绳头穿进圈圈，调整珠子，调整好后进行弹力绳收尾打结。打完后绳子卡珠子里，剪掉多余的线头，三通底下绳子打两个蛇结，打完后穿上自己喜欢的配饰或者弟子珠即可。你学会了吗？记得关注我哦。